成龙正在选接班人，您会选择什么样的接班人？我不需要接班人，我真的不需要接班人。一个人在历史几千年的长河里算哪个聪呢？这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我问过很多有学问的人，记得住有多少皇帝的名字吗？别说皇帝的名字都记不住，何况军事家、学家、科学家都记不住。我们只是在这个时代里特殊的公众人物，被人关注而已。就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没有跟成龙你们两个较量过？不可能吧，大家都在这个，而且电影都是塑造那个人物，塑造一个了不起的形象。我认为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演员而已。您现在还坚持练武术吗？平时怎么安排训练？我不大练的。我基本上就是在修心的过程。你觉得谁会成为下一代华语武打片或者功夫片的领军人物？不知道，这是观众创造的，没有人专家说我认为谁是，就是这个游戏是观众才是真正的老板。抖音。